我哋而家話年幼人喺香港真格中學進行非法交易，騙錢唔三唔四，我而家要你潛入去調查一下，有咩進展即刻過我。快啲翻去啦！我哋要去福建大佬噶。系啊，如果唔系又会俾佢劈死，咁闹死噶。咁啊，你咁快啲翻去啦。嗯。好，5月7号香港真光中学见。好，咁到时见啦，拜拜。5月7号原来系真光嘅游艺会，唔怪之得佢哋又执嘢又画嘢啦，仲以为佢哋喺度非法交易添。哦，原来喺度卖游艺券。我系何普如，我系周浩庭，系5月7号。冇错啦，就系5月7号，就系真光嘅生日啦，亦都系一年一度嘅助学金游艺会。以下系一啲温馨嘅提示。记得要邀请你的姨妈、姑姐、亲朋戚友一起来游艺会，分享真光生日这份喜悦啦！当然要跟他们分享游艺券啦！喂，姨妈！喂，姑爹！喂 ，Peter 和 John 啊！喂，5月7号真光生日，一起来游艺会玩下啦！在游艺会当日，大家记得要挂起200万 W 的笑容，热烈地欢迎所有的来宾啊！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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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临真光！我哋唔应该一个人玩晒啲飞，嘟噜噜，咦，中落来！今年我哋仲会设有票后同埋最佳服务奖两个奖项，大家记得要积极参与啦！为咗庆祝真光嘅生日，大家记得要邀请你嘅亲朋戚友嚟参与啦，仲要同佢哋一齐分享优惠券啊！